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ello， 我是你最爱的胡须仔何秋威，耶、yeah! ！不会让你失望。而且等一下，我这一集要这样录完一整集，然后回家，因为我是 Hotway， 耶！谢谢丽玲，丽玲他们从高雄赶上来了，谢谢。他们已经密谋了大概好几个月了，那你要庆几次？来来来来，你干嘛搞成这样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搞成这样。哎，来来，放下。谢谢谢谢哦，你看到了哇，这个好厉害，看一下看一下自拍啊 ，SK two， 是 SK two 女神，很用心的嘛，然后你看看，这个好漂亮哦，有没有看到这个很漂亮哦，哎，这个好漂亮，哎，谢谢，还有一个礼物，很棒哦，谢谢丽玲咯，怎么搞成这样啊，这是什么，哇，因为我是你最爱的胡须仔，胡须威了。白痴嘞！我等一下既然要这样录完，我等一下这样坐计程车回家。你好像怎么跌到什么粪坑里面的人？你想？而且我刚刚拿进来，你都没看到我这样，我坐下来你才看到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。你看我多不注意你的。对呀、啊，像话吗？谢谢，这好酷、喔。一起坐的。谢谢你们，有志哦，浮夸，浮夸，有看到白痴哦。哎、欸，对啊，哎、欸，要不要许愿一下，吹一下？谢谢谢谢，还有礼物吗？有，哦，还有。我礼物没拿完，他不肯吹啦。哎、欸，我自己在庆生。啊，露露生日啦！哎、欸，你们啊，生日快乐！哎、欸，这个好漂亮哦。欸，大家知道我在干嘛？哎，你是想去隔壁用的吗？哦，哎呀，现在来了！哎，人家等录影，哎呦哎，人家哎，人家等录影，哪有刀叉？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哎，不要！小小畜生，猴子，先不要，我还搞成这样，他生日我还要弄成一个胡须仔，为什么要把你搞成？对呀，为什么？因为听说他喜欢有胡子的男生，哦，而且有胡子的男生代表。身体好啊，加油！希望这个新的一年越来越好。但是我跟你讲 ，enjoy 这个普通红的状态，哎呦，对，还可以胡作非为，各方面都很好。没有没有，就这样，人生就这样，在这个时候是最生命中最快乐。被拍到被什么啊？那个都不是一个问题。宪哥其实也是很辛苦的，因为你在高处嘛，高处不胜寒。对，一定很累啊。还可以，要不要再多加一点？没办法，都是靠你们这样在屁股推我。喂，我在屁股推你。来，这样子顶。多了，来，好，今天许愿了吗？哦，还没许愿呐。哦，好。有刺到自己，小心第一个愿望。哇，你这直播才791人，你不要念出来，不要看太点，就才280，你不要念出来，好惨哦，不要念出来。这个我们这不是普通红，是很不红，不是，我们是很不红。没有，因为我以为你们经营这个六回六个，照理讲现在有80000，现在人数比较晚了，比较晚。对，时间晚，所以人数稍微有点递减。那无所谓，我们做这个就是让自己醒过来。对啊，你说录到两三，开着手机看直播，你睡你的嘛，不要关掉。对啊，影响到我们的点击人数。拜托拜托，你要睡觉还是不要把手机关掉，好不好？拜托一下。对，我靠，这没有什么弹幕在跑啊，我那个弹幕跑了以后，有啊，你那个真的跟子弹一样，咻咻咻咻咻，让子弹飞。好，来，第一个愿望就是最重要的，身体健康。哦，这个很好，就是很。
很基本题，相当重要，因为太可怕了。对，没有健康身体深深的感受到。空的是。好，第二个先求有再求好，身体健康之后就赚大钱。是哦，哎，向宪哥看齐。那感情方面呢？那就放第三个愿望许好了。好 ，OK， 好，许愿。好嘞。好，来，谢谢宪哥，先吹，好，我这样不太性感，先不要，先快点，没了，太多脸了吧，好了，谢谢，来。一刀，一刀下去，我们就要录影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好，再分一半，好。一半我来接，耶！谢谢哥。好 ，Let's go。Yes。祝你生日快乐。露营。耶！好，露营了啊！我们先。没有啊，是啊，其实还没有。哦，其实还没有。哎。啊，可以吃一些。好，乖了啊。输吗？要。哎，我们今天几月几号？37。不是24。四十四是什么？金牛座。金牛啊！哎呦。哇，这个宪哥赶快先离开现场，是不是？喂，干嘛？金牛就先睡哦。宪哥，我们拍一张照啦。哎呀，这样真的很像，我这样真的很像山贼啊，是什么？一堆老头在等着要录。好，哎，我们哎，怎么样？来，我们拍照，后退一点。这边嘛。对，这边。哦，这个小心哦，那个。哦，来，翻糖了呢。画成这样，哎，等下真的这样录音，可以啊，你让他开时间很久，我都没有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来，我赶快本子看一下，老师。哎，大概还多久？还要30分钟，那就可以稍微吃一下。是抹茶蛋糕哦。这个，我来，麻烦。谢谢。可以。不使劲了，两种都是。Lady M 啊 ，Lady M 难顶，不要他们打广告。对，哎，这家是纽约那个吗？我没吃过，就是他不能，他其实是要靠关系才变的。真的？哇！因为我们呛出你的名字，超重的，有用吗？谁真的？露露啦！好，来鸡肉面盘。露露是不是？来，你看嘛，鲜面味，哎，但这个我会舍不得切。对呀，哎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好屌哦！你看，但小心哦，它那个太直会掉下来。露露的这个，我觉得他切的很厉害。这个应该就是那种客制化的，他有时候那种狗生的也会用那个，真的啦。我们有时候买一个比比那狗也是一样，那很好吃，狗在吃的那个蛋糕，真的啊，他中间也是有狗，很可爱。哎，这真的一样意思啊，对，对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这两只两个应该吃，那个只有一个地方比较难嘛，难呐。就那个喷射，是啊。好，我要跟我蛋糕拍，我跟你们一起拍。你不觉得他有个地方跟你不像吗？这个我放一下吗？蛋糕真的，手断掉了，腿比较细。谢谢。哎呦，哇，可以，好厉害哦！现在小力一点，好可爱，超强的，自己做的，真的，你可以先扭第一个。哇，哎，吃小的鹅皮，还有一点在这里。哎，扭下来了，你可以先打开看。哎呀，真好吃，太不真实。哎，是牦牛，牛铃，牛铃。你看我的朋友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这是我缺少的。扭蛋机啊，这样就扭就好了。哎，投币吗？不用，真的。这样可以扭。哎呦，哎，你们很有才华，你怎么会做这个啦？再转。哎呦，哎，这个你最喜欢。还有蟑螂啦，我真怕蟑螂了，怎么会扭那个蟑螂呢？吓死！好吃哦。好，它油了。我还是要给你扭的，结果换成居然扭了。我把蟑螂扭掉。还有一个礼物。怎么那么多？那我回去给妈妈扭。你这真的好厉害哦，恭喜哦！然后卡片它好香哦。哦，谢谢。那我先把它丢下去，就可以再继续扭了。哦，这个下去的。你真的好厉害，还有人来就好，还带礼物。那我可以拆吗？可以。好。这个很厉害哦。对，我现在搞成这样了，对。
现在刚进直播的朋友不要吓到，我是陈汉典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哇，因为露露生日，然后露露喜欢有胡子的男生，就特别欢迎。干嘛？哎，你看这个好厉害哦！我靠，你们都是学什么的啊？我靠，你们不学无术吧？哇塞，啊、你可以拿出来，这是一个相机吗？靠，人家相机都会做。我靠，你们好屌！哇，你在后，我在后面，来前面。哎、欸，这都是那种女朋友做给男朋友才会这样做哎、欸。你是我们的女朋友，我是女朋友啊。但第一张怎么是这个？你那个你夹看看。我让人家知道。你看这个，还是肉包啊？胡椒饼，我不知道。你那天吃的？我哪一天吃的？瑞芳那个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这个。打开胡椒饼，被我笑了。哎，现在刚进来的、刚进直播的朋友会觉得很奇怪，有一个流浪汉在，在六回六五在那吃吃，好可爱哦！在哪里买的？好可爱哦！哇，好强哦！哎呀，哦，哎哎，你们真的很会做这，我是这样弄对的吗？对。啊，这样是出来，全部出来，就这样就好。哈哈哈哈哈！又一种肉。那我等下回去慢慢看。这是我的运动。我要回去踩坑了。哎、欸，你真的很屌哎、欸！你上来多跟我们聊天哦。你是刮刮乐好。可是我不确定有没有成功。刮一辈子刮不开。他都在自己世界。靠！还有，居然还有！靠！太屌了！太屌了！太屌了！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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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无言无言，大家来做伙，呀呀！哇，好屌哦！你们到底在干嘛？你们好好念书啊！好屌！自己做对不对？有啊，我常常在直播啊。脏哎！对不对？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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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生跑马灯。好，我要回去。小朋友，小朋友在上教练。来了。真的太屌，靠，太屌了！我靠，真的很屌。蛋糕很好吃的样子，太屌了！哎呦，我好装好，放松，谢谢。我就把它装起来，谢谢。谢谢，哇！再养它，来。还有什么？你不是少两只吗？少两只都有，都有啊！真的，快差不多了，不能吃了。哇，好棒哦！而且你那还有另外一组完整的，还有一组完整的，对，应该蛮适合你的，同屁眼的。什么捅屁眼啊？捅屁眼的新闻，很可爱，很多人在扭哎。捅屁眼，捅屁眼，我想想你。哪捅屁眼？捅屁眼，就是捅屁眼扭到还可以一捅就变成连。对对对，这是其中。真的捅屁眼吗？对，这是捅屁眼。哈哈哈哈哈！而且可以连成人形蜈蚣。对，哎，真的耶。还有这种东西啊！好饿哦！怎么会？你们觉得我在你们心中是什么样子吗？没有，就是很浮夸，就天黑。哈哈哈哈哈！太酷了！他后面一个可以包。哈哈哈哈哈！好恶心！没有，我们有距离，他们看不到。他们看不到，看不到。我们在这边玩，看不到。怎么样？想看吗？想看吗？想看就帮我分享啊！进来好不好？我现在人数到多少，我们就捅给你看。胡子要掉了，好恶心！胡子要掉了，哎，好恶心的扭蛋，怎么有这种玩意儿？好恶心！什么扭蛋都有，全高级贵，你们这是泰国贵的，什么扭蛋？拉萨贵，人家是拉萨贵。哎，那你们这么晚，你们要住哪？你们住在旁边有附近的那个，可以问汉年哥哥。哈哈哈哈哈！当然报我名字就好了。你们说 ，OK 啊。我大哥是陈汉典，对啊，算是也帮你们。我大哥陈汉典他是山贼，你敢不让我们入住吗？啊，李口，哦，谢谢你，来，我们大家可以一起上去听规则，待会两位一起玩。好，没问题。我不要，我讨厌抹茶。你讨厌抹茶，还是你讨厌上尾？我讨厌抹茶。太厉害了，小飞小哥，小飞叫阿叔最好笑，对对对，现在一起上去听。你要拍照吗？要不要拍照？好。